要你啊，你要抱抱啊。小亲亲，亲亲的。你不要玩具啦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Make sure you won't fall。他走了。他在跟你说嗨呀。他不是这个。他是那个呀。他在吃奶嘴是吧？他没有吃奶嘴。你吃完了。妈妈在给你抱抱呀。妈妈伤口怎么了？妈妈伤口痛痛呀。在哪呀？在肚肚上啊。弟弟叫什么名字啊？叫 BB。叫 BB 呀、啊。哦。BB 好可爱吗？喜不喜欢 BB 啊？哎，宝宝，宝宝，他咳嗽，他咳嗽，no kissing。你可以拿什么吗？你可以拿那个吗？不可以拿，那是弟弟的。你要啊？那叫我们向医生拿一个，好吧，给你，好吧 ？OK。那是弟弟的。Max 好乖呀、啊、，Max 是好哥哥啊。Max 是最好的哥哥是吧？鼻子碰鼻子，咚。哦，不哭了啊。弟弟刚刚喝完奶奶呀，他喜欢喝奶奶呀。他在喝奶奶呀。他刚刚喝妈妈的奶奶呀。喝了。已经喝完了。他要妈妈抱抱。要妈妈抱抱了。干嘛？他要妈妈抱抱呀。为什么要？因为你也像你一样，你也要妈妈抱抱呀。他在哭哭呀。他想睡觉了。要帮他走吗？Max, I love you, baby。你把他抱抱，一直伤口跟伤口跟。我看你弟弟要哭啊。都有伤口干嘛不好呀？还没好啊，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好啊。是不好呀。因为妈妈生弟弟啊，一个大伤口啊，要过好多天才会好呀。弟弟从肚我这样出来呀。对啊，弟弟从肚肚里生出来的呀。就跟 Max 一样啊 ，Max 也是妈妈肚肚里生出来的。他念谁呀？他喜欢你呀、啊，他跟你说嗨呀、啊，说嗨哥哥。啊我。小心别压到妈咪啊。我是不是压？他怎么了？他哭啊。他想睡觉觉啊，就跟你睡觉觉也想哭哭一样啊。医生，帮我拿一个。给他那个 OK。给他那个什么的。那是弟弟的，不能拿。那是给弟弟。你不能拿，那是弟弟要吃。要哎。Hi baby Max。他刚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他刚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Max 来看妈妈跟弟弟了，是吧？你怎么看外面？爸爸看外面给你看 ，OK？ 外面云好漂亮哦，妈妈。好漂亮的，妈妈。妈妈看到了。弟弟怎么了？弟弟想睡觉呀。他为什么他在想睡觉呀？他很小啊，他累了。他累了。妈妈。就跟 Max 一样啊 ，Max 累了也就想睡觉了。弟弟是小 baby 啊，他很容易累啊。嗨，宝宝。
那边。Are you excited? Now we're a family of four, plus Mommy, family of five. Four and a half.我生病，只有爸爸不能喝汁。哦，你生病了？你怎么又还没好吗？你不是已经好了吗？爸爸，你拿水给他一下吧。嗯。拿给妈妈。那熊猫。啊，谢谢。妈咪。是谁呀？奶奶。Hello。嗯，妈妈。